天气好热哦！耶，要去游泳啦！乔普、琪琪，等一等！危险！危险！池边要慢慢走，不能奔跑。呵呵，很棒哦！在游泳池玩还要注意什么呢？小朋友，快来跟乔虎、琪琪一起挑战看看。可以离开大人自己跑去玩吗？小朋友，请作答。不行，离开大人自己去玩很危险。可以自己一个人跑到大人池去玩吗？小朋友，请作答。不行，水很深，可能会溺水。玩水的时候可以用力泼别人水吗？小朋友，请作答。不行，会泼到别人眼睛，危险又没有礼貌。乔虎和琪琪都很棒哦，小朋友，你都答对了吗？到游泳池玩都要注意安全哦。